有关那个刚刚枢纽分析表 VBA 啊，你们也可以 Google 一下。不过我刚刚试着 Google 一下，我发现哦，那个 Google 的得到的结果，第一个就是那个微软的官方说明，好，因为 Microsoft Docs。然后其他的话呢，这边就有 YouTube 影片，这两个是我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的，好不好？那当它这就1分38秒，我这都大概这十几分钟了哦。这个我印象中，这个应该是在某企业上课的哦。那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。那底下这边这个也是我的，这应该对，这个也是我的教学部落格哦流出的。然后这一个也有人写一些文章啊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。那其中我刚看，我有时候不小心看一下，哎，里面像这个巧课分享哦，那我点开来之后，我发现哦。这里面的序，他也会把一些他的心情写出来。他写出来之后，无意间之后发现一个关键字，哎，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、哦。其中的话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他是非资工的，哦，新鲜人。然后他说，他当然是希望说提高效率的，所以他提高效率，当然自然而然会研究到 VBA。那研究到 VBA 就有录制剧集，所以他开始研究。哦，然后另外在 YouTube 上看到好新人的教学课程。OK，那刮胡的话呢，它有一个台湾的吴老师，哦，然后后面顿号后面加阿拉伯人跟印度人，OK，所以等于这个吴老师，他等于把吴老师跟阿拉伯人跟印度人同等的，OK，哦，然后后来他又讲了，他说这个是推广部的吴老师的课程，OK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讲的应该是我了，OK 啊，应该没有第二个，OK 哈。哦，然后所以他说他未来上课他还怎么样，要有一些积蓄哦，所以其实来上课好像真的付一点学费，其实也不太容易啦。哎，其实这些我都可以理解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放影片上去哦，主要当然我也没有说希望说每个人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学习，反正你有心学习，你自然就可以找到资源了。哦，但如果你要完整学习，当然你还是要。付一点速修了哈，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啦，啊，你不要说什么东西都要求免费的，但是又要什么东西都要全套的，那应该理论上不太合理哈。OK，好，那这个是题外话了，刚好我看到有啊，他底下有说一下他的分享心得有没有？他有分栏、分页、分他怎么分，然后底下怎么去做？不过好像还是可以再加强一些，感觉还是有一些凌乱哦，没有很清，没有太清楚。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浅显又易懂的方法哦，我觉得这倒是需要一点功力的啦。OK 哦，所以这个也是每个人的经验哈。OK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这一题。那这一题其实方法很多。那当然呢，像这种，你说复杂嘛，倒也不复杂啦。所以如果你要用函数，你要用 VBA 都可以，有没有？可是我是觉得，第一个你绝对不能用 VLOOK 函数，因为 VLOOK 函数一定要正规化的资料，像这个资料就是没有正规化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今天呢，假如说要把它变成可以查询的资料的话，那你第一步要先把它正规化。不过你会发现啊，其实它我们要做的这一栋其实就是正规化了，就是把它分开来，分在某一个栏里面，哦，所以以后记得啦，哦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人家给你的资料通常都不是正规化的资料，都是原始资料，有的时候来自于什么 ERP，有的时候来自于网络，有的来什么一堆的东西，所以你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它分的哦正规一下。啊，正规化当然通常啦，最简单就是上面是栏位名称，下面就是它的 data。啊，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，这一些资料在这里，B2 到 B33，那用哪一个函数来解决最简单呢？其实哦，第一个想到的啦，最常用到不外就 index 嘛，indirect 嘛，offset 其实都可以，但哪一个简单？好像 index 是算最简单的，所以一般习惯用 index。那插入函数的话，我们就用查阅与参照里面的 index 这一个，好，然后呢，它其实会要跟你要三个资料，三个资料哪三个资料呢？我们直接选第一个啊，第一个就是 array 以后看到就范围，哪个范围呀？哦，我的范围在这里，B2 到 B33，这个就是我要的范围在这里。
第二个参数呢是说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我要帮你把哪一列的资料带过来哦？这个我要带第一个，应该是第几列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上面是 B2 到 B33， 好 ，OK。那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row number 跟 column number 哦，针对的其实就是这个范围哦，而不是指的是我们工作表的 row 哦 ，OK， 所以你不能说哦，它在第二列哦，错，它是在这个范围的第一列，所以你应该要输入啊，输入假设要抓这个哦，不是这个哦，这跟这没关系，跟这也没关，跟目前这个范围它自己本身的第几列跟第几栏有关哦，所以哦，这边如果你要抓这个，那你就填多少，填第一列的第一栏 ，OK， 才会抓到什么，所以第一列这个范围的第一列的第一栏。就会抓到入职时间，有没有？看这边抓过来嘛，那如果你要抓下面这个的话，那要改哪一个？如果要抓姓名这个，那应该就变成，栏一定是固定的，因为只有一栏啊。列的话呢，就变下一列，第二个。所以你们要留洋河，那再下一个变成这边改三，再下一个这边改四。所以理论上哦，假如用 index 这个函数的话，你会发现。这个参数跟这个参数都不变，只有变这一个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应该是说，如果可以产生这个规则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二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，一直到多少？到三十二。那我就把那个规则公式放到 row number， 那我就自然而然可以抓到我要的资料范围。所以哦，在做 index 之前，你可能会需要产生什么？产生一个数字表格，就类似像这样子，一到四，五到八，那可是要怎么产生数字表格啊？其实跟各位讲，你可以用两个函数组合出来。第一个函数是 column 的话是找到你目前在哪一栏，有没有办法？第一是第四栏，那如果要让它从一开始，那你就减掉三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减掉三之后，它就从一开始。那向右拉，它就变一二三四；向下拉，它还是一二三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会管说你在哪一个列。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，我希望呢，如果假如它现在在第二列的状态下，它不要加上四的倍数。它在下一列呢，就加上四的一倍哦，四乘以一，再下一个呢，四乘以二，有没有？再加四乘以三，那你会发现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列减掉多少？减掉二就可以完整了，有没有？这边把它先，它原来的列我不要 ，OK 哈、哦。那如果列，当然你可以在旁边练习，插入有个函数叫 row，row。R 开头，好没有？然后你按确定哦，它就会帮你抓到哪一列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假如我要把这个列的函数跟这个做整合的话，那你后面可以加上什么？加上 row 小括弧，那它目前是2嘛，所以把2减掉。为什么减掉呢？因为哦，我们现在这一列呢不能够乘上加上那个哦。我把它后面乘上4就对了，也就是说呢，第一次哦零乘上4就零，可是下一列那就变成什么3嘛，3减掉2，一乘上4不是4的一倍，下一个4两倍是不就刚刚好符合我们要的逻辑，应该可以看懂吧哈、哦，所以前面是我初始时在哪一栏，后面是向下拉的时候要不要加4的倍数。当然以后如果你假设这边是4栏就会乘以4，如果以后7栏就乘以7，道理一样哦。所以以后假如你要变出类似的表格，就类似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在做那个万年历有印象吗？那个范例几乎一模一样。OK 哈、哦，所以打勾，向右拉，向下拉，有没有？有了啊，这个可以删掉。那如果有这个公式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公式减项。然后再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刚刚的 index 的
里面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参数嘛 ，OK， 这个 array 这边 Ctrl Shift 向下，那记得哦，把它按 F4，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，所以列跟栏都要锁。好，然后把它贴到这里，贴到这一个哦，然后这边栏一定是第一栏，因为这个范围只有一栏。好，那你就按确定，向右，向下。然后把 D 跟 G 这四栏选起来，快点两下，中间任何一条线，这样子很快的，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。哎，但带过来之后啊，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要怎么样把那个冒号前面的资料去掉 ？OK， 哦，那不是叫你土法炼钢，不过可能要想方法。但第一个我想到的是用 find 函数了，有没有？之前有用过 find 冒号。然后冒号的下一个字，我把后面的字全部取得，前面不要也可以，哦，这个方法一啦。可是另外一个方法，方法二，想到一个更简单，刚好栏位名称的字数用 len 有没有？它刚好就1234嘛，然后就加2不就好了？然后后面我全要，哎，更简单。所以哦，如果我要用这个方法哦，那我只要呢 len 加 mid 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呢要取得冒号以后的资料，那你可以啊，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剪下来，再利用 mid 文字哦，在这个地方要用文字 mid 切，然后文字的话就是 test 就是刚刚这一串 ，star number 呢就是它这个的长度，所以 len。哦，几个字，哎，入职时间里面有几个字啊？哦，总共有四个字，那我就跳过冒号的下一个字，所以加二，所以从入职时间四五六，哎，第六个字开始哦。那要几个字？几个字的话呢？当然你不用，如果固定长度啦，你说哦，老师我给他一个总共什么八加二十个字，可不可以？其实可以啦，可是问题哦，有些地方不好算。而且有些地方长度不一，那怎么办？我教各位一个方法，其实你就输入99就可以了。为什么99啊？其实刚好有个固定哈，因为刚好冒号后面的东西我都要。啊，如果都要的意思是说，我只要输入一个长度是大于它本来的长，那就是意思说全要了。你看，如果说我今天要99个，可是你只有9个，那9个通通拿给我。其他不够人吧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哎，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、哦。我以前常写程式的时候也这样，为了要算那个到底有几个字，哦，想半天。但后来发现，我后面全要，我根本不用，我给他一个很大的数字就好了。哇，这一招真的让程式简单多了。OK， 所以有些时候变通一下，哎，所以这一招也可以学起来，以后真的可以让你的程式。变得简短，像刚刚那个 K 就很万用，我觉得蛮喜欢，因为我以前也是傻傻的，也是不知道 K 怎么产生，没有用 K 的话，也用别的方法，别的方法就是要去计算，哦，计算你现在到底哪一列的位置，哇，那麻烦要命，用个 K 简直就可以哈、哦，简单又好理解，有没有？初始值写上面，然后只等到你输出一个之后，后面 K 等于 K 加一。哦，那简直是太方便啊！这个也是一样，后面全要，就输入一个大于那个长度的数字，一般用99了。OK 哦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有没有？然后其他有没有锁？该锁都有，然后向右。其他都应该啊、哦，还有一个地方要锁。向右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应该是会对的，可是你向下应该就不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这个地方。长度有没有？我们如果向右，它会变成 EFG， 可是向下它一会变2嘛？哎，那不对啊！我们主要是要锁固定在第一列，所以记得在一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。那在 D 前面不能锁，因为你如果锁了变都锁四个字，那不对了哈。所以这个地方记得这边再加一个前的符号打勾，然后向右，现在 OK。向下 OK 呢？向下也 OK 了。好，那最后再把 D 到 G 栏选起来，快点两下，这样子就完工了。OK 哦，不过这样公式变成
也还好啦哈，但是你说如果用这个来写 VBA 会不会占一点便宜？哎，等一下可以改改看。其实算起来哦，我发现如果以复杂的东西哈，好像写 VBA 相对有时候更简单呢。有时候我看好这个东西适合用 VBA 写，那我就不执着去想哪个函数了，反正我用 VBA 写出来就好了，我管它用什么函数，好，所以等一下也是一样。你可以先用 VBA 产生一到32的号码，那最简单的方法你就多一个 k 就好了，有没有？k 等于一嘛，然后呢跑一个回圈，输出一个叫 k 等于 k 加一，那每一个有没有？所以这一题就用 k 也可以了哈。然后呢再来就是抓它的位置放进去，那切一样用 mid 的，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啊，想想看啊，我这如果你以后，慢慢有那个 feel，就是看到这个 Excel 的公式，你就自然可以想出那个 VBA 的程式怎么写，哇，那表示你应该已经进入到某一种这个 level 了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，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一下啊，所以其实应该知道在做什么了啊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光刚刚用的函数啊，总共呢就用到了先 color 跟 row 哦，然后再 index，然后再用 mid 加 len，哇，总共就五个了，哦，所以这应该已经算是，很复杂的函数应用了哦，所以它的难度你说会输给 VBA 吗？好像感觉起来。也已经没有输太多了，所以有些太复杂的东西哈，你反而用函数说真的也占不了太多的便宜，而且反而你还是需要每一次都去下这个公式。那如果有一段时间你没用，你又忘记了哦，所以这个哦，所以那当然如果你用这个 VBA 写也可以试试看哦，想想看，用我们刚刚的方法写有没有办法哦？用 for each。或者是 for i for j 哦，然后范围指定给他哦，想想看哦。